上一次在学校上课还是今年的3月9日，今天将是时隔7个月的重逢，还是蛮期待的。这是我们的学校。这个是入口，然后这个是出口，但是为什么有人从那里从出口进去了？我在想。我已经到了我的教室，这是我今年的第一节课，是一门大四的必修课，然后现在里面人好少。2 hours later.这里是机房，这边都是机房，但是今天好像以后都可能用不到了。这是我们以前的考场，好多考试都在这里考，好大的教室。第四层，很多，给点啥的？现在我在学校的地下室，跟 Blanda 说的是负一楼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。这边呢，这边吧就是一些，我靠，叫什么名字来的，完了，我忘了这叫什么了， safe， 在英语叫 safe， 我忘了中文西语叫什么了。然后这里是 gymnasio， 就是学校的体育队啊，里面会在里面打篮球之类的。哇，这里好黑啊。这个教室太黑了，这里本来是大家就是可以自己带吃东西来，然后在里面
有微波炉，微波炉可以加热，然后在里面可以做点吃。它现在好像是因为疫情关系就关闭了。然后这里就是卡菲特里亚食堂。哇，平常那边会有吃饭的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天哪，我要叫杯咖啡。Hola, buenas. ¿Me das un café con leche? No, aquí te lo llevas. ¿Cómo? No, aquí te lo llevas. Ah, no, aquí, aquí, aquí. Y sin sesión, d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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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院长的那个办公室，我也从来没去过。这边是公司的可丽啊，就是当你有什么不知道什么地方在哪里的时候，你可以问他们。不过关于学习的事情就不要问他们了，他们一无所知。这里是那个迎新会的地方，很大很大的教室，毕业典礼啊，第一天的迎新会就是在这里面举行的。然后这里就是秘书处，我们所有学习的问题。换课啊，报课、啊、学费之类都是在这里。然后最里面的话，我就记得是那个交换，跟交换实习有关的办公室就在里面。我天！哦，还有这里，这里是开学第一天的时候，然后当时我们一群新生就在这里面集合。然后给你解释各种东西，这里就是罗利亚。我们以前下课尤其是我会经常来这边坐一下，吃点东西。Pollo curry, bacon con huevo, cerveza con limón. What? Y vamos ya. 我待会下午5点的课，所以说我现在带你们去大学城看一看吧。这里是 Fundación Jiménez Díaz。可以说是马德里的抗疫的前线。我们到了，这里就是大学城。Ciudad Universitaria。待会我们可能要去那边吃饭，那边是牙科系的学院，然后他们的食堂是整个康普里面算是最好吃的吧。总有几段旧爱昙花一刹芬芳，换几人划过梦的重要，每次回首间总留一抹惆怅，拼凑填满半生浮想，浮现谁说情过缘尽有多荒凉。我们来到了语言系学院，这边是语言系学院，然后那边是 Edificio Multiuso， 就是我当时经常来这边，因为当时要办张卡嘛，银行卡，然后就这里跑了十几趟来这边办，然后还有去年的交换英语考试就是在这考，口语考试还有笔试，真的是好怀念。昨日人去楼空，泪微凉，道不尽缘分无常，心如风过水淌，红尘难逃几次人手惶惶。刚刚进来还要那个，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学院的学生的话，他是从左边走，然后如果你不是的话，你是病人啊，怎么来着？
没事的。如果你是病人，然后是别的学院的学生，你得从另外一个门走，然后他会记一下你的名字、你的电话号码和你来这里的目的。Hola, ya se puede, ¿no?前品吃什么呢？哇，吃这个吧。可以可以，非常可以。不要。5con 10. Pero Manolo, ¿cuánto tiempo? Gracias. 这个是第一道，arroz a la cubana， 是他们是米饭，鸡蛋，然后加点番茄酱。这是 pollo con salsa， 就是鸡，然后跟这是豆还是什么？应该是豆，然后再加点薯条，然后这是甜品，拿比亚贡别的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水。One eternity later。Later。哎，今天终于下课了，第一天就这么结束了。哎，总结来说呢，我觉得他们这个学校的防疫措施做得一般般吧，但是他们把人数减了好多，真的，真今天上课有人我觉得都非常少，所以我觉得还算是蛮安全的。哎，太累了，第一天早起然后上课，早上上完一节啊，现在又下完一节，哎，还要拍摄，加油加油，今年全过高分，冲！像那片有你的天空，因为你。